好吃耶，超香的，因为好浓的塔香，对，九层塔跟这种塔嬷的味道超搭的，就是吃到炒海瓜子的那个酱，你是不是拿来拌面就觉得超好吃，就是这意思啊。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
噔噔，赞赞的，吃给大家看哦。九层塔的味道很重哎，它那包酱应该里面有就是满满的九层塔在里面，但闻到一点大概香油还是麻油的味道，还蛮香的。它里面还有一点点那种茴香跟八角的味道，八角味道还蛮重的，可是八角本身跟九层塔就很搭，所以这两个加在里面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现在越来越多艺人出这种拌面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就是营业模式、收益模式会比较容易成功啊。那这个它出眷村味道。福中塔香鲜味，然后是眷村口味，真心推荐。嗯哼，眷村的酱面，嗯，如果你在眷村长大的话，有没有吃跟这个一样？塔香鲜味，九层塔味道，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的。嗯。那我加这个是啊 ，spinach 是菠菜。吃完，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塔香鲜味在新加坡卖多少钱？给大家讲一下，这是福中。塔香鲜味在新加坡卖13.8元，哇哦！它卖的比曾国城的面，还有萧敬腾的面还要贵耶。嗯哼，啊，这是王伟忠的面，这王伟忠还有王伟忠的肖像在上面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这个面我自己本身我蛮喜欢九层塔。味道还蛮喜欢的，然后它一点点辣，所以怕辣的人建议不要吃，它有一点点微辣，像嘴巴在麻的感觉，所以我大概会给9分。
9分。好啦，给大家做参考咯，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在新加坡买来看看。啊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，台湾应该已经有了。那台湾卖的价钱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可以在下方说明栏留言给我知道。那我们乔林子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